薛之谦出大事了，他居然要结婚了，震惊了娱乐圈。今日于凌晨4:19，歌手薛之谦在微博发布一则消息，貌似在宣布正式与前妻高磊鑫复合，而他的好友陈赫已经朱枕泽在底下评论，想必应该是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，而大部分网友表示非常震惊。随后小编也去高磊鑫微博查证，果然也在微博发送了与薛之谦的相同的信息，也证实了两人真的复婚了。薛之谦与前妻高磊鑫于2015年9月离婚，如今相隔2年再次复婚，而薛之谦的自己的演艺事业上也蒸蒸日上，正处在大红大紫的势头上。不管怎么说，薛之谦能与前妻复合是一件好事，小编也在此祝福谦谦事业成功，家庭美满，早日生个小谦谦。互动，你是否看好薛之谦这段恋情呢？请评论在下方吧。